大家是阿 Trisha， 欢迎来到我的 channel 离异自动人形 Near Automata 改编为电视动画，并且将在2023年1月播映。早前官方已经公开了部分的宣传预告片了。咁嚟以自动人形原作嘅电玩游戏喺2017年2月23日首度问世，全球销量累积650万套，描述未来由外星人所制造嘅机械生命体压倒性侵略咗地球，残存嘅人类只好逃往月球。而本作就係以机械人部队基业泛用战斗型号 2B 同扫描型机械人 9S。他们之间的故事作为故事主轴，不过大家要留意，动画的背景虽然和原作相似，但是两者的剧情都还是有点不同的，那大家就要留意了。那我今集分享时间有到，下次的时间再和大家分享啦，拜拜。